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山女高乐器队。中山女高乐器队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演团队。今天是他们在去年重新成军后第一场三代同堂的表演。今天呢，将由我们张云芬校长亲自带队演出，结合了中山女高乐器队、乐器队校友团、师长，加上优秀活泼的中校国小打击乐团，共同演出展现中山女高与社区融合的共好理念，也象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世代传承的传统与意义。女高乐器队会以旭日东升的旭为主题，象征着重新出发的中山乐器，也以身为序曲的序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以及一个团队的第一步，更解释为未完待续的序。现在将会由优美的小星星拉开序幕，随着欢乐震撼的韩国流行主曲与穿插其中的打击 drum show，将带您一同来感受中山女高乐器队的热情与活力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中山女高乐器队。再一次掌声欢迎中山女高乐器队。
云芬校长进场参与演出哦。请再次给我们中山女高热情的掌声，欢乐活泼的乐曲结合精湛的演出，中山女高乐器队今天三代同堂，云芬校长更是亲自参与，多重元素的融合完美的呈现出重新成军后的新气象。谢谢中山女高带来充满力与美的视觉飨宴，谢谢你们。接着我们也谢谢中校国小打击乐团的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